车队的背后呢有一个叫云控平台，它可以控制我们所有的车队的车辆呢在进行一个路线的规划以及作业模式的这么一个管理调度的一个功能。现在还是挺顺利的。环卫作业它根据不同的路况去进行一个作业的清扫，所以我们会收集各种情况，所以我们去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